你是不是走错故事了，悟空？加里奥，你并不一定要做他们所说的野兽。盖伦，我与你同气连枝，始终不变。希维尔，这个故事你不必一个人操心，交给我吧。杰拉，我已经说过了，请你离开。是折纸吗？太有趣了。悟空，你还是去找自己的故事吧。加里奥，你有能力做出改变，但关键在于你的态度。你低估了我，盖伦，要吸取教训。希维尔，我也是主角。杰拉，我们的故事何必这样收场呢？金玉其外的你，你的故事结束了，你一败涂地，下一次再用心点，我略胜一筹。英勇而壮烈，可惜了，命比纸薄，你已经折服，你的故事要重写了，重新再来，你该退场了。这只是故事的序章罢了，一而再，再而三，才两个，远远不够。四，哼，当然代表厄运，我们该好好庆祝一下。我以为会有焰火的，撕成碎片，你们的防线已被洞穿。我的茶宠呢？虚张声势，外强中干。很久很久以前呢？这个笑话水平不行。艾瑞利亚，打起精神来，刚才真是太精彩了。这段算是插叙，主角也需要休息，对吧？未完待续，我们回去准备下一步。不能辜负他们，难道一切都是徒劳？不要忘了我，还没结束。还是小角色的生活更容易，我们从头来过，不要把我划去，这是我的故事，结束与否我说了算。看来是交好运了，下一章开始，一个崭新的我，这页就翻过去吧。我要找一些更利的东西，能用红包付账吗？我手里的都是纸钞，有烟花爆竹卖吗？旅程让人成长，新的章节开始了，揭开新的一页，一步一步来。集合，小心，他们不见了，有我在。谁都能成为领袖，只等你跨出第一步，再卑微的出身也阻挡不了传奇的诞生。这属于我的故事现在正要开始，新的一年，新的起点，世界将从此改变。我在幕后等得太久，现在我该走到灯光下了。传说也可以改写，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关于我的传说已经重演了上千次，此刻却在我眼前改写。有人称赞我的刀很快，但这不都是纸做的吗？一个偶然就能彻底改变你的世界，想想还真是有趣。我们的传统造就了我们，无论是被继承的还是被扬弃的，我从来都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只是我之前没意识到。善与恶，正或邪，你的角色取决于故事的角度。问题不是传说能否改变，而是我们希望它如何改变。当人们临危四散，总有人昂扬屹立。一段故事，一张白纸，都有两面，都有无限可能的改变。预言的细节可能每次讲述都会有些出入，但寓意却是不变的。我热爱我的族人，我的神话，我希望带着这一切走向光明的未来。等我回家时，只有喜讯相告。传说的延续既是口耳相传，也是身体力行，没有人会看到我犹豫的时刻。等到这事了结，我们一定要好好吃上一顿。新的开始就是值得守护的希望。传统始于神话，运气只是辛勤血汗的别名，英雄或是野兽都由同一张白纸裁出。我们都能主宰自己的故事，没有天生的怪物，都是人为的结果。战争再宏大，
也是为了俗世中微小的幸福。等到焰火升空，我就可以休息了，一个崭新的故事开始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说，我希望看到庆祝的焰火。领袖的责任在于播种希望，我的运气由我自己左右，任何所谓的微不足道都是上代雕琢的璞玉，凡是角色都不可或缺，只要登场就是无可取代。每个家族都是一个故事，随着血脉代代相传。肩膀放松，昂头挺胸，体面的一生何尝不是一种艺术。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创造历史，以德服人，无愧众心所向。折开剑锯止坐撞举住笔恰黄天不挥天志此叙事铁壁削铁呀如泥成风呀洞穿焰火准备大戏开场决战来了万事皆休飞吧要见红了站稳开战了刀锋无言我百折不挠看好了你节奏慢了封侯开始吧堂堂正正飞刃让我见识一下吧放手一搏